那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他很贤惠 ？OK 啦 ，OK。所以你也不会介意他就是有小孩啊，然后单亲。我自己也是失婚者，我是，我去计较这个什么？人家不计较你就好，你还计较人家了。董志成暴露命恋，28岁单亲网红，曝在路发展最惨，一块都没有。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，望着天，看星星，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。57岁的董志成离婚3年后，日前被周刊拍到和小28岁的辣妹网红甜心 Q 酱在海滩散步。对于他单亲又有小孩的身份，董哥毫不在意，也不排除发展感情的可能。这样女朋友有比较开心吗？不是女朋友，朋友而已。没有用快，没有要加速哦，都已经海滩漫步成这样。我现在体重是加速了，但感情倒没有加速。你想要慢慢来，还是多几个选择嘛？还是新闻曝光之后有稍微阻碍你有见光？也没有，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。那你觉得他怎么样？那么贤惠 ？OK 啦。OK， 所以你也不会介意他就是有小孩啊？担心，我自己也是失婚者，我是，我就计较这个事情。人家不计较你就好了，你还计较人家呢？最起码我有9恋夜的这些，很多的很多的，至少你已经有这些关键，哎，这基本都在做基本卡。古装的、连续剧的、大电影的，我都有拍。对，那他们这3年呢，可以说一块钱收入都没有。那你想要怎么活呢？对啊，还好，都在家里面做抖音，都在直播，都是。但就有人上来会给礼物，中国现在经济是很差的，你知道吧？是，所以你今年去只是先观察，先看一下。我就看看这水温怎么就啊。董哥送你一份终极状况的礼物，时间到了。董哥在2018年请辞综艺大集合后，发展重心主要在对岸。近期上节目受访，他也透露未来的动向，以及回应黄子佼性骚毁灭式爆料的看法。怎么看黄子佼的事件？觉得他有机会再回来？有吧？你要知道，民众跟观众其实很容易健忘，所以在你真心面对，然后也愿意啊道歉，接受各界的这个批评啊、指教啊，或是骂你也无所谓啦，就责备你。对，你可能度过这个坎，再回来不是没有希望的。我们这些黑帮啊，今天要进入这条路，必须踏过我们尸体的。Over my dead body， 变成歌手，听说呢，他只一季而已，剩大集合。那他也没有，他只剩下一个大集合。大集合做已经做多久了？我刚才做了22年，你看这个节目是不是已经要快30年了？那有一天当老狗并不是新把戏的时候，他自然也会被淘汰掉。来，下面一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。10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